哎呀，哎呦，我那个脸还能合上呢。对呀、啊。他那个面具像不像那个《玩具总动员》那牛仔老了之后？无理无理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假牙！龙还有戴假牙，堵上。他把假牙拿下来干嘛？这葫芦里还卖药呢？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？哎，这里面不是药，这里面嘿嘿，厉害了。哎哎哎，能不能真心一点蒙面？稍微一点试一下。老师，老师，来到我们这个节目，您再嘿嘿几下，等于您就自个儿把自个儿面儿给揭了。没有啊。您是唱歌之前先用它开嗓，还是怎么？一定要喝一点来开嗓。我不相信，打开闻闻看。干了！哇！哎呦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哦，好酒量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点评一下他们唱歌。启德龙他唱歌太厉害了。啊，一听就知道是个老派，因为那个颤音，对对对，动心之歌最美。哎，你模仿张宇也是这样哎。这首歌曲啊，是蒙面啊，连续几年来伴奏伴的最纠结的一次啊。怎么讲？这两位歌手呢，我跟你讲，他们都很认真的在唱，是，可是他们越认真，我们觉得越好笑。对。就一只被打肿了鼻子的毛虫，嗯，跟一个老头在唱情歌，还摸人家的耳朵。两个人要唱情歌，对不对？其实是要牵手啊，或者有一些比较肢体上的接近。但是他刚刚在合唱的时候，一直都踩到我，踩到你。